最近这些年来大家所能拍到的和看到的电影，跟老人和小孩的这种题材还是比较少一点。啊，那这个里头有题材的可贵之处，还有导演的一份童心在里头。语言不是障碍，就是像这次一样，如果大家都是电影的专业人员，所以跟菲利普啊，跟奥斯缪啊，这些在一块儿工作都不存在障碍。更多的是用来调整光圈，它是控制前后虚实的关系。有的时候不太想所有的画面都那么实，强调一部分景深和强调一部分空间关系，就会用灰片多一点。有的时候也会用一些渐变，把天空的层次压下来，让整个的画面的层次显得多一点。